嗨，大家好，防疫在家玩什么？维尼的妈妈又来喽！大家好久不见，一切都好吗？哦，我今天要推荐一个好东西给大家。就是这近几年啊，非常流行的圣诞倒数降临历。那维尼在3岁以前的圣诞啊，我们都只是在家里就是简单布置几颗小提灯啊，让他提一下，简单过这样子。打算等他说等懂事一点，再给他一点圣诞的仪式。那随着维尼现在日渐长大，对圣诞节的憧憬越来越浓厚哎。他去图书馆会自己挑选一些圣诞相关的绘本，要我陪读。那我就感受到啊，差不多孩子大了，时机成熟了。他对圣诞老公公的一个憧憬越来越期待。那我们想说，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啊，对圣诞老公公的梦想、美好的幻想也只有短短的几年而已。所以我在今年年初就寻寻觅觅开始寻找好看的、喜欢的、有用的圣诞降临礼跟圣诞礼物这样。啊，果不其然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被我找到了这一套是英国 Usborne 圣诞降临礼。它这一套在去年全球热销到一个不行，那去年只出英文版。那今年维京国际出版，它有推出中文版的做贩售，然后价钱比去年少，可能快要一半哦。去年都是只有台湾做代购，那今年是我们跟台湾乐贝特合作，好，有出中文版、英文版的圣诞降临礼。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它的这个圣诞降临礼呢，是我先告诉大家圣诞降临礼是什么好了，就是12月1号开始，可以一天让小朋友抽出一格，就是有点像以前我们玩的那种抽乐的概念，让小朋友比如说找12月1号就可以抽这一格打开来，然后它一格一格里面是一本一本的精美的经典童话故事，总共就是24格，直到倒数到圣诞节的那一天。那它24本里面有21本是经典童话故事，另外3本是圣诞节相关的故事。好，等一下再一一为大家做介绍。打开来是这样。那我们家维尼一收到就给我啪啪啪啪啪，全部开，开得好开心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哇，超漂亮的，很大本，但是不会很重，因为它每一本书是小小的，这样子。那每一本都是12页，12小页，薄薄的。好，那如果你们有购买的话，有跟这一团的话，它还会再送那个小书的收纳袋，非常适合可以外出携带，很方便。这样子，一格一格一格，让小朋友。然后它另外一面也有，它就是整个大面。然后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24号平安夜的时候是最大本的，是这一本给大家看一下。它原本是这样放在里头，然后小朋友打开来看，哇，很惊喜耶！然后就可以一天陪孩子亲子共读一本故事，这样。然后但直接先给他看这本好了。这本呢，它讲的就是圣诞夜的故事，让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画风超精美的。然后它就讲圣诞夜前啊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大家都睡觉了，结果圣诞老公公悄悄的降临来了。哇，他从怎么进来呢？哦，他从烟囱跳进来了，结果身上都沾满了灰尘。好辛苦哦！赶快哦，赶快！他这超可爱的，你看他那个，我女儿一直说他的胡须，圣诞老公的胡子怎么那么像月亮，这样弯弯的，超可爱。哇，来送礼物了，急忙到下一家咯，要离开了，这样子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平安夜的故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先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一套圣诞降临历的特色在哪里，就是一样，就是24本，有24本经典的小书，好，然后一本12页，然后中英版本都有。好，
然后呢，它中英版本的内容是一样的，所以非常的方便小朋友可以双语练习，做双语练习。你看完中文这本，然后直接做英文的对照，然后可以学习里面的语句，非常非常的方便，所以很建议一套中文一套英文买起来，让小朋友有不同的视觉感受。然后接着呢，它这一团呢是有附赠小树收纳袋跟圣诞夜的纹身贴纸的哦。好，那我把全部24本书一一的摊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它有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的故事，然后快速的翻阅给大家看一看，它的图案都是非常的鲜艳，然后小小的一本，但它的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因为它中文版是没有注音的哦，但是繁体中文，所以可能还不识字的小朋友可能需要靠父母去代读一下。好，这是胡桃钳的故事，这本是小红帽，很简单很轻松，这次大概陪孩子共读一本几分钟的时间，12月的第一天，每天睡觉前 的床边故事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一天一本，圣诞节就来了，是不是很棒？这小男生最喜欢的小恐龙的故事，公主与豌豆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是小鸡利肯的故事，大概给他看一下他的画风，这样子。青蛙王子，他的英文版的画面是一样的，就是英文翻译，英文版也非常推荐了，中英版的。这里杰克与魔豆与豌豆，金发姑娘和三只熊的故事啊，这就是三只熊，就是大中小，以前小时候也都有听过的故事，小红母鸡的故事，这样子啊，灰姑娘 Cinderella 的故事啊，这画风就很漂亮，这是喜欢公主系列的小朋友会很喜欢。姜饼人跟圣诞节有关的故事，然后还有这个阿拉丁的故事，然后他有一些像他的最后还会告诉你他的出处啊，跟他的取自于什么什么什么哪一本书，蚂蚁跟蚱蜢，这样，国王的新衣，《木偶奇遇记》，丛林男孩，哇，超多的，一次是看不完的啦。我建议父母爸爸妈妈，如果你们把这套先买回家，建议先收起来，真的等十二月的时候再拿出来一本一本让小朋友抽，一天一天的惊喜这样子。那现在这个呢是超级早鸟优惠才有的甜甜价，一本。大家猜猜看，像这样子的一本多少钱？一本这么大本，一本24本小书，只要799元，跟团现在只要799元。好，两本只要1540，你只要买6本，好，跟亲友凑6本，目前是4380，非常的便宜，是原价的打66折。好，那我们十月底可能就会恢复原价了，所以大家赶快跟紧跟好我的团购的时间，是10月8号到10月16号，请大家跟好跟满。好，最后这个圣诞夜的这个我刚刚就有讲，这本就是最大本的，跟别的不一样，因为这最后一天24号，明天就是圣诞夜了，这样子，请大家把握机会到我底下有连结，也可以到我的 IG 去看一些图文的分享。好，把握机会赶快买起来，这真的很划算。来，你看大家算一下，一本799，那表示将
一大本799，24本小书，那换算下来一小本小书是不是才33元？你可以得到这么精美的，然后小朋友这么喜欢、这么惊喜的一个系带型的小书，是不是很划算？大家赶快跟团买起来吧！以下的下单连结、团购的一些资讯，我放在留言区，大家可以来参观选购喽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